大家好，我叫张松元，2013年开始研究 Docker， 在生产环境中拥有很多 Docker 容器管理经历，擅长利用 Docker 构建整个 DevOps 自动化平台，是国内最早期的 Docker 实践者、布道者，致力于推动容器技术在国内企业的落地。这次课程由麦子学院提供。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主要介绍分为五个内容。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如何去安装 Docker。第二节，我们要了解 Docker 容器技术。第三节，我们要了解 Docker 镜像。第四点，我们要了解 Docker Volume 存储。第五点，我们要学习 Docker 网络。那么我先来看一下谁适合学习这个课程。就现在从业开发、测试、运维以及架构师都应该学习这个课程。那么具体 Docker 是什么呢？ Docker 的第一个版本是在2013年3月份发布，至今天刚刚三年的时间，它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并且国内有很多基于 Docker 的创业公司。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如此热爱 Docker 呢？ Docker 企业又是 Docker 在企业当中又能解决哪些问题呢？那么 Docker 是什么？ Docker 它本身不是虚拟化技术，它是容器管理工具。容器是什么呢？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当中会细讲。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Docker 它能解决哪些问题。 Docker 可以快速的创建环境，包括开发、测试或者是生产环境。 Docker 最大的特点是整体交付，它变革的是应用交付，它交付的是运行环境和代码，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交付代码，还能保证环境的一致性，就是从开发、测试以及到生产环境，它能保证这三个环境的一致性。最终的目标是要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完成 DevOps。知道了 Docker 能解决哪些问题，后续课程中我们会详细讲解 Docker 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它能解决的问题，从列表当中去看，开发、测试、运维以及架构师都应该去学习 Docker。 这小节我们主要重点来去看一下如何在生态 S7 上安装 Docker。 首先，安装 Docker 有一些前提条件，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呢？第一点，操作系统的内核版本。 Docker 要求操作系统的内核版本最低是 3.10.0， 我们可以通过命令可以查看自己的内核版本。第二个，执行一条非常简单的命令就可以把 Docker 装起来，这个要比装 OpenStack 要简单很多。首先去下载 Docker， 我们需要这台主机能去访问公网，否则会安装失败。然后我们来操作一下，这台主机是一台生动 S7 的主机。然后我们首先来确定一下操作系统的内核版本，至少在 3.10 以上，推荐 3.10 以上。好，有了操作系统的内核版本，我们去满足了。然后我们要去确认一下有没有 call 这个命令，如果没有的话，通过 yaml-install call 命令去安装。我这里已经安装了，我就不再执行。好，那么有了 call 命令以后，我们要去执行 call-s-s 然后 -l-hcbs:// get.docker.com 然后管道符号 sh 执行一下这个网站上提供的一个安装脚本。我们来执行一下 -s-l-https://get.docker.com 管道符号 sh。 好，执行一下。这个命令执行完了以后，
这个脚本默认会去下载 Docker 的一些软件包。这个安装的速度取决于网络的速度。至此次课程录制的时候 ，Docker 的最新版本是 1.11.2。好，这个现在我们已经安装成功了。安装成功了以后，我们可以通过 Docker 杠 V 去查看。我们现在安装的 Docker 版本是 1.11.2。然后我们先安装完了以后，我们下面要做的是把 Docker 启动。Cterm CDL start Docker， 然后并且把它加入到开机启动。好，然后我们来确认一下，看一下 Docker 是不是已经启动。我们可以看到 Docker 已经正常启动。那么现在 Docker 我们还没有去装任何的镜像或者说是创建容器。好，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解如何去安装 Docker。 第一点，我们要先确保内核版本一定是要在 3.10 这个版本上。第二个是我们要确保 Chrome Mini 这个已经安装，如果没有安装执行 Yum Install 安装。这两步执行确认完了以后，我们要确认执行这个命令，这样的话就可以把 Docker 安装成功，就这一条命令就可以了。 OK， 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大家可以通过 CentOS 7上的 YAM 去安装，但是在安装的时候需要去添加 Docker 官方的 YAM 源，这个留给大家自行去解决一下，推荐大家参考官方的网站，是 docs.docker.com。 好，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好，谢谢大家。